小普尔快看，爹地今天买了大榴莲。虽然爹地也不知道怎么吃榴莲，但是啃这根茎总是不对的吧？好像吃起来是有点苦。要不你试试看啃这个刺，说不定和瓜子一样好吃。爹地这个有点扎嘴，好像也不怎么好吃呀。所谓榴莲榴莲榴莲忘返，估计多吃几口就好吃了。总感觉好像被骗了。